这是我娘做的，你全部验看过，菜色并无异状。嗯，好，那我先来尝口这撒汤。这撒汤啊，除了我娘做的之外，我还真没喝过合我口味的。 如何，是喜郎想念的味道吗？你做的这味道，和我娘亲做的一模一样。这宫里上下无人能做出此味，我还是第一次喝到。可能是小的与娘娘同为亳州人的缘故吧。二殿下若是喜欢，小的就高兴了。好，好个亳州人，本王干脆请你到府上去做厨子。 这样，本王天天都可以喝到这撒汤了。谢二殿下赏识。只可惜，曹明明日便要赶回亳州，不能再进城久留。不过，小的可以教一教二殿下府上的下人做撒汤。这秘诀是炖汤的时间和火候，还有，一定要用老母鸡。好，受教了。难怪我府上的厨子一直做不好。